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线上教室已经开张了。我们第一个深度练习会是慈思堂经络音瑜伽。如果你有长时间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品质非常不好的朋友们，欢迎你来练习这个慈思堂经络音瑜伽的课程。它会调理你的气血以及经络，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舒缓以及放松。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不舒适的话，都要倾听自己的身体的声音，胜过倾听我的口令。那在课堂前也会有关经络音瑜伽的解释。如果你还不确定这是什么样子的课程内容的话，欢迎到我的音瑜伽系列当中去体会一下这样子的课程内容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许多工作坊以及挑战，我现在正在筹备冥想课程。那如果你有订阅我电子报的朋友们，只要课程推出的话，都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我会把网站的讯息放在影片资讯栏内，在这边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最新的课程优惠通知。在 IG 上呢，我也会分享很多我在波兰的教学生活以及我在欧洲的旅游状况。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我的 IG 上面去按追踪。我们今天的课程呢，要来做一个简单的伸展。那也欢迎你练习完之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身体上的感受。你的留言就是协助我继续制作影片的动力。那我们今天不需要准备任何的辅具。如果你平常练习是有辅具的朋友们的话，那你就把你的瑜伽砖准备好。那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温和伸展。好，首先让你的双脚自然的散盘坐好，那尽量不要让你的脚跟在你的骨盆正下方。脚跟它是自己有自己的位置，然后脚跟彼此没有互相交叠。双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我们深吸一口气，让你的脊椎延伸拉长，慢慢的。让你的手肘往后夹，用你的胸口看上天花板，肩胛骨往后夹，视线看上天花板，很好。深吸一口气的时候，双手往前；吐气的时候，圆背，视线看到你的肚子，很好。我们继续深吸气，让你的胸看上天花板，视线看上天花板，手往后夹，手肘往后。吐气的时候，圆背，再一次眼睛看到你的肚子背呈现一个 C 字形，再一次深吸气，吐气，再一个吸，夹背夹背，吐，很好，让你的脊椎来到中立的位置，我们让你的左手往侧边延伸，深吸气，右手举高，吐气的时候，左手掌心贴地，右手贴耳朵，想象后背有一道墙，你的身体是倚着墙进行这件事情的，下手肘不锁死，肩膀放松，很好，我们让你的胸口扭转，看向你的垫子。手往前延伸，可以的话指尖点地。那如果指尖点不到地板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砖拿出来，你的指尖放在你的砖上，确保两边的坐骨都没有离开地板哦，这点很重要。深吸气，再让你的胸口翻开来，吐气回中间。好，我们换边，深吸气，让你的右手往侧边延伸，吐气的时候左手贴耳朵。可以的话，手再继续延伸，但是坐骨没有离开。想象你的后背有一道墙，身体是倚着墙进行这件事。很好，我们再深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胸口看向垫子，指尖来到斜前方的地板，指尖点地，停留。那一样，下手肘没有锁死，肩膀还是放松。深吸气，让你的胸口翻开来，很好。吐气回中间，好，我们让你的身体被拉长，
双手带到前方，深吸一口气，吐气，让你的手肘来到前方的地板，头垂，感觉前脚臀部的伸展。那如果在这个位置，你的坐骨离开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身体提起来多一点，重点是坐骨不要离开。那如果你的手没有办法到地板上，可以带你的瑜伽砖放在你的手肘下方，好，让你的头垂，回到颈部放松的状态。好，我们停留在这里的同时，我要你的头稍微协助我看向右侧，再慢慢将你的头转向左侧。啊，我这边很卡，很好，再回来，再一次看向右侧。再回来看向左侧，看向左侧的时候，想象你的下巴要去接近你左边的肩膀，再慢慢的回正。我们将你的手往后走，上半身推起来。我们让你的脚交换，我们换另外一只脚在前。那我们再进行一次，将你的脊柱延伸拉长。深吸气的时候，右手往侧边延伸。吐气，左手贴耳朵，下手肘不锁死，肩膀放松，后面一道墙，身体倚着墙进行这件事。很好，胸口翻向垫子，指尖点地，感觉第一次跟第二次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深吸气，手打开。吐气拉回，我们换边，让你的左手往侧边延伸，深吸一口气，吐气，侧弯，深吸一口气，胸口转向垫子，吐气，指尖点地停留，坐骨没有离开哟，坐骨没有离开，如果坐骨会离开的话，身体拉回来一点。或者是在你的右手下方放上瑜伽砖，很好，再让你的胸口翻开来，吐气回正。我们让你的双手带到身体前方，深吸一口气，背拉长，吐气前弯，让你的手肘可以来到地板上，头垂，停留，保持你的呼吸。接下来，让你的头旋转到左侧，想象你的下巴要去接近你的左肩，再慢慢的旋转到右侧。再一次，慢慢旋转到左侧，再慢慢旋转到右侧。很好，将你的头回到正中间，手推地板，让你的身体提起来。我们让你的双脚解开，来到四足跪姿。我们让你的五指张开，手腕、肩膀、手肘连成一直线，膝盖在你的臀部正下方。我们在这边进行猫牛伸展。我们深吸气，来到牛。吐气，来到猫，圆背，视线看向你的肚子，肚子收，想象你的肚脐要去贴后背。再一次深吸气，吐气，深吸。深吐。最后一个吸气，吐气，很好，让你的身体来到中心线的位置。我们让你的右脚往后指尖点地，让你的肚子微微的内收，视线看向前方，
预备好之后，再让你的右脚离开地板，脚板勾勾停留在这里。我们再一个深吸气，视线看向前方，吐气的时候，圆背，膝盖要来找你的鼻子，鼻子要来找你的膝盖，很好。再一次深吸气，脚往后，脚板勾勾，很好。吐气，再一次，最后一个深吸气，吐气。很好，我们让你的脚尖回到地板上，左手指尖点地，慢慢让你的身体往下，可以的话，额头点地，让你的右手肘也在地板上停留在这里，让你的左手的指尖继续点地，感觉左肩的伸展。好，我们让你的右脚往侧边延伸，左手往侧边延伸，停留在这里。再让你的脚回来，手回来，身体慢慢的提起来。我们换边，让你的右脚收进来。我们换左脚，指尖点地。深吸一口气，吐气之后，让你的左脚勾勾，肚子微微的内收。深吸气，吐气，鼻子要去找你的膝盖，膝盖要找你的鼻子。再一个深吸气。左脚打开，视线看向前方，吐气，再一个深吸，深吐，很好，让你的身体回正，左脚指尖点地，右手往前方，右手指尖点地，再慢慢让你的身体往下沉，让你的额头可以点地。刚刚有听到我的肩膀咔哧一声吗？我们停留在这里，伸展一下你的肩背的部分。好，我们再让你的呼吸放长放慢。好，我们让你的左脚往侧边延伸，右手也往侧边停留在这里。让你的左右手回来，左脚回来，身体推起来，双手再回到四足跪姿。我们让你的双手远离你的膝盖，胸口往下，来到小狗式，额头、肩膀、额头、手肘、前臂在地板上，尽量让你的膝盖在你的骨盆正下方。好，我们慢慢将你的右手收进来，左手收进来，身体推起来。我们直接来到婴儿式，你可以让你的双脚打开，或者是双脚并拢，但是让你的手肘打开，呈现一个菱形状，额头贴地。如果你没有办法屁股坐到脚跟的话，在你的坐骨下方坐上瑜伽砖，然后再来到婴儿式的部分。那我的影片有婴儿式的解说，可以到体位法的那个播放清单里面去找婴儿式。好，我们接下来让你的双手往后，身体圆背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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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起来。很好，我们停留在这里，稍微整理一下。好，我们深吸气，双手往上。吐气的时候呢，让你的左手来到你身体的后背，右手抓着你的左手。我们深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稍微侧弯，停留在这里。很好，深吸一口气，吐气拉回，换边。我们再一次深吸气，双手往前画圆带上来。吐气的时候，右手掌心贴在你的后背，左手抓着你的手肘。那抓到的同学，尽量让你的头倚靠你的手，你就会感觉你的肩廓打开很多。深吸一口气，吐气，
再慢慢的侧弯，你感觉你的后背还有三头侧身的伸展。深吸一口气，吐气，慢慢的拉回，很好，再让你的双手解开。好，我们再回到垫子的位置，我们将你的双手往前走，脚尖尖推到下犬式。好，我们让你的膝盖微弯，肚子要去找你的大腿，你的膝盖跟你的脚趾头都是朝向垫子前方的。稍微伸展你的上背，好，接下来慢慢让你的右脚膝盖往下，左脚屈膝，停留在这里。打开你的脚踝还有小腿，我们换边，再换边，再换边。最后一个，很好，慢慢将你的脚尖颠颠颠颠，再让你的脚跟往下。那如果脚跟没有办法往下，像我现在不行，因为这是我早上第一个练习，没有关系，你就让你的膝盖微弯，肚子找大腿。好，我们慢慢将你的膝盖弯曲，右脚往前跨一步。确保你的膝盖跟脚跟可以连成一直线，让你的后脚膝盖跪地，让你的双手扶着你的前脚膝盖，身体推起来，推起来。我们停留在这里，先感觉你左大腿前侧的伸展。那记住，屁股不要往下掉，要有提起来的力量，保持在这个位置。很好，我们深吸气，让你的左手举高。吐气的时候，左手画圆，要来找你的左大腿后侧。再慢慢让你的右手画圆，举高，视线看向后方。再让你的右手回正，左手画圆，拉回来。好，我们要换边，先让你的右手往后，这次来到 T 字部位，让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右膝盖外侧，手推膝盖，让你的身体再扭转多一点。OK，之后再让你的右手下，左手上，保持身体的稳定，停留。很好，再让你的左手下，右手画一个大圆回来。很好，我们让你的身体往后推，可以的话，手放在前脚的左右两侧，让你的身体往后推，前脚脚板勾勾，脚伸直。如果很不舒服的话，可以在双手下方放上瑜伽砖。很好，再让你的身体往前带，让你的右手放在右脚内侧，左脚打开。那如果说你的脚跟膝盖没有连成一直线的话，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让你的左脚膝盖可以跟你的右脚连成一直线，右手还是在你的右脚内侧，慢慢让你的左手举高，朝向天花板。很好，停留在这里就可以了。三、二、一，很好，慢慢让你的身体松开。我们让你的脚回正，手回正，后脚尖尖推到下犬式。好，我们回到下犬式时，稍微休息一下，伸展一下你的上背。膝盖微弯，肚子贴大腿。我们接下来要换边，让你的右脚脚跟踩下来，左脚往前一跨，两手中间。我们让你的右脚膝盖跪地，双手扶着你的左脚，让你的上半身提起来，提起来。
好，我们先让你的右手画圆，由前往后画圆身体，到侧边，右手向，左手再画圆往上，让你的右手继续往下，要去找你的右膝盖，停留，保持身体稳定。很好，慢慢的左手下，右手再画一个大圆回来。好，我们要换边，先让你的左手画一个大圆，身体往后，来到 T 字部位，让你的右手来到左膝盖外侧，手微微推膝盖，让你的身体可以扭转更多。接下来，让你的左手下，右手上，再一次侧弯加扭转，很好，让你的身体带到前方，手画圆，来到前方，让你的左手在你的左脚内侧，让你的右脚旋转，让你的膝盖跟脚跟可以连成一直线，所以稍微调整一下。OK 之后呢，再让你的身体打开来。我们刚刚好像少了一个动作，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它补上。我们先来到侧脚式的变化式，很好，我们让你的手回正，回正。再让你的身体回正，脚稍微调整一下，让你的重心往后，前脚勾勾朝向天花板，让你的身体深吸气背拉长，吐气的时候前弯，需要的话可以在手下方放上瑜伽砖，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后侧很深的伸展。很好，再让你的重心往前，我们让你的脚尖尖推到下犬式，我们让你的重心往前带，膝盖跪地，我们要来到八支点地，让你的重心往前带，下巴胸口贴地板，停留在这里，让你的身体往前往后。额头贴地，肩胛骨绕圆，手推地板，把你的身体来到眼镜蛇，再慢慢推到婴儿式休息，让你的额头可以点地，双手打开成一个菱形状，掌心、手肘。坐在地板上，我们慢慢让你的身体圆背一节一节的来到坐姿。以上就是今天的练习，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练习后身体的感受，那也欢迎你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或家人。我们下次见。